皱纹不只是脸皮的问题，可能跟脸骨有关系哦。脸骨有关系，怎么说呢？第一是你的脸骨啊，这个黄色的骨头它会越来越凹进去，这边越来越凹，所以说当然纹路就会越来越明显，三八纹越来越明显。第二是下汗的地方啊，下汗在这两侧就变得越来越窄，越窄的时候皮肤就会更容易往下垂，就会变得好像羊婆婆啊，或者是木偶纹就越来越深。现在很多女生就喜欢去有这个削骨，或者是变成这个尖下巴，那是不是这样就会变得比较容易老化？西医研究还是我临床观察？三十岁左右的女性其实开始就有这个情况了，老化其实是提前一个世代。那鱼尾纹跟抬头纹是什么原因呢？哦，鱼尾纹跟抬头纹其实跟代偿比较有关系。代偿，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增加这个脸骨的健康呢？有，第一个是整体性的，第二个是局部性的。大家记得帮我订阅留言，还要记得分享哦。